来这里打卡，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刘少华。今天我来到了一个我敬仰了很久的革命圣地啊，那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拿的是一份1949年3月25号的人民日报，这里写的是中共二中全会完满结束，那么说的是7届二中全会。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大伙房，这个大伙房呢就是7届二中全会的当年的会址。那么正是在7届二中全会上呢，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，因为当年我们即将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，那么所以毛主席提醒全党同志呢，要保持谦虚谨慎、戒骄戒躁的作风，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那么这两个务必的这个对党的作风的强调呢，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走到第100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依然要告诫全党保持这样的一个作风。那么也正是在这里呢，毛主席当年说我们要去进京赶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旧居，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看一段与人民日报有关的历史。正式的1948年6月15号创刊的人民日报，那么毛主席听说之后呢非常重视，连续写了4遍啊，最后选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版本。那么他写的人民日报这四个字呢，沿用到我们今天的人民日报的报头，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完成的。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。这就是当时的报道了。对对对，当时的话，这是整个版面。对，怎么样？对，什么感受？这是从这边印，这是从这边印。他是当时还是从右往左繁体。这个对，相当吧。对，爸知道。结果就不是7届儿童全会哈，之前听说过7届儿童全会。来也是为这里来的，带着小朋友想让他学习点东西。来这里是都知道是7届儿童全会的会址，知道。帽子不能拿走，这个是帽子当年的。怎么样？好看吧？从那之后就翻身做了主人。过去遍地都抗战了，现在共产党的非常高兴。哎，谢谢。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，邓小平让我们扶起来，习近平要领导我们要强起来。我们就在这里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发现人群络绎不绝，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重回革命圣地。然后我们采访的每一个人都在表达着他们对于7届二中全会，对于我们党中央在西柏坡以及我们当年提出的无论是两个务必，还是我们土地革命改革，还是毛主席在这里指挥三大战役，这样一种崇敬的心情。那么我们也在历史中，在革命圣地中呢重新受到了感染。那么我是人民日报台湾版记者刘少华，我来这里打卡。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，向太阳，向太阳。